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。我们今天有大概有几位新朋友，根据资料显示，我们可不可以请新朋友先举个手，让我们认识一下？就第一次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的朋友，现在就可以举手。哦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这个我们老朋友要帮我们拿下。好，那接下来这段话都是介绍给新朋友听的，因为旧朋友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然后也知道这个计划怎么来的。我很简单讲哦，我是那个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奇，那同时也是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。那这个假日科学广场计划，我们从2008年执行到现在，已经很久了。那可以在每个礼拜六跟大家见面的原因，是因为以前的国文会，现在的科技部，给了我们这个计划的经费补助，还有中央大学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各方面的支持，所以可以让我们举办到现在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哦，就是数学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。可是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在做叫什么劳作那种感觉？题目很有趣，叫翻滚吧折纸。然后我们请到的老师哦，其实之前李老师也来过这边，不过我是猜测的哈。李老师上次来的时候，在座应该没有人有上到李老师的课，不过我们还是问一下，曾经上过我们李正宪老师课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举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！哈，好，所以今天全部是新同学。李老师其实是在林口国中任教，是他今天从林口开车过来的。然后李老师当时是数学老师啊。那李老师的这个专长哦，当然不只是折纸，可是因为他在折纸这一块做得太优秀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接了非常多教育部的这个专案哦。就是科教的专案计划，都是谈折纸这件事情怎么用在这个教学现场。那李老师同时也是我们数学辅导团的这个辅导员，那他们会做很多事情去开发很多新的教材、教案，然后教具，让国中或高中的老师们有东西可以用。那我们知道数学这个东西，大家都知道很重要。只是小朋友害怕数学的好像也不少，我们来在场的问一下好了，就是你觉得数学好难哦，你有这种感觉的小朋友请举手。哇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我已经放弃数学了，我不想再学数学的小朋友举手。哎，好险，我们这个班没不给周老师面子。真的有人放弃了，这怎么办？我前一阵子也是听到有小朋友大概在小五、小六阶段就下定决心，年纪这么小就已经下定决心放弃数学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可是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做老师的要回去想一想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再让这些小朋友的兴趣提升，然后让他不要放弃数学？希望今天这堂课可以改变你对数学的观感，好不好？那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来欢迎李正宪老师。好，我觉得我的声音好大声，会不会太……这样声音 OK 吗？好 ，OK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有人说快要放弃数学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开场要来个不一样的开场。好，因为本来好。其实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完整的个体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有些人可能其实在座的应该不会啦，不过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的同学一定会有人先天他的环境就不是很好，所谓的环境不是好，就可能就是他出生在一个爸爸妈妈的功能没有那么好啦，或者家里面的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家庭里面，所以他的怎么样先天的环境就让他的学习怎么样能力减半了，可以吗？那后来呢又遇到什么呢？又遇到先天，我们有我们叫先天不足，后天又失调，后天又遇到什么？可能是遇到不好的朋友或者是不好的同学，让他有了不好的学习的那个榜样，结果让他的学习又再打了折扣。
好，那这边讲一个题外话，上次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在我们学校的那个国中，我现在在林口国中嘛，啊，九年级，我在那边折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打了折扣以后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哥哥姐姐跟我讲什么？猜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？我说打了折扣，他跟我讲什么？老师，我知道打75折。哦，尤其现在在笑，我看得懂为什么75折啊？好，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好了，那你也把数学用到我的故事里面。OK， 好，打了折扣以后呢？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不是教75折。好，我只是说，真的有的时候数学就是在那生活中随手可得了。然后呢，打了折扣以后呢，啊，当然就会有刚刚像刚刚有同学一样，慢慢半放弃了什么数学。哦，所以又放弃了数学，又那本来打折又是不是又更少了？是不是又更少了？好，那更少了以后呢？可是这个时候，只要帮他找到一条，怎么样改变他的学习方法？改变他的学习方法，我就要改变他的学习方法哦。然后找到一条正确的学习之路。好，我把它找到一条正确的学习之路。好，来，这是正确的学习之路哦。然后有的适当的工具，这个工具可能是一个，一套教材，一个好老师，或者是一个你可以接受的学习方法。刚刚最后那位举手的。来，请你帮我沿着这条正，这是你的新的那个学习方法啊，沿着这条正确的学习之路来。剪对，剪下去。没有，是剪到底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好，希望你不要打开来给大家看，好吗？把它打开来给大家，然后站起来给大家看。希望你可以重拾对数学的信心，好吗？哦，想不想玩？想不想折？我们今天的第三节课要折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刚刚的，我们有三节课。然后，可是我刚刚的故事要记得哦，因为待会在折的时候想到那个故事，你就比较容易把那个步骤记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上课咯。好，那上老师的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今天我要折的东西都在桌上，除了这个以外。那为什么叫除了这个以外？这个本来是今天的课程，后来老师考量到就是本来爱心没有在里面了，后来我在想爱心搞不好小朋友更喜欢，所以我把爱心放进来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拿掉。所以为什么本来叫翻滚吧？因为有翻有滚，什么叫滚？这就是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边因为低年级到高年级都有哈。那你们在学校啊，可能是在中年级或高年级的时候，老师是不是教你们做立体图形？啊，立体图形是不是做正方体？知道什么是正方体吗？哦，正方体就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给我听？什么叫正方体？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是正方体？来，哪位小朋友举个手？我们要送小礼物哦，赶快！哈哈，方糖，我们给他鼓掌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我这个折好，马上就送给你。好，好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方糖有没有吃过方糖的？都吃过嘛，哈。好，那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，请你看着老师在折的时候。你会发现一般你在折正方体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凸出来的边要做什么？把它粘起来。那如果老师这样折完了，我就把它塞进去以后，它就完成了。请问你为什么用到胶水？没有啊。没用到胶水有什么好处啊？待会你带回家的时候，请问你要这样带回家去，你就放在包包里面吗？马上就怎么样？压扁了啊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拆开来吧。好聪明哦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把它压扁了。啊，这个是老师设计的啊，上面有一些图案啊，这个图案其实是可以拼起来的啊。待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图案啦，好，因为待会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这一个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就送给刚刚答对的这位同学。OK， 好了，接住。
OK， 好，你要不要拆开你自己决定。好，那这一张是刚刚示范用哈，啊，接下来都是没有折的了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上面都有折法。好，那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，就是我今天虽然没有教这个，我把这个当奖品送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教一些可能小朋友会更喜欢的，好，那个剪爱心，而且不是就剪爱心，待会你会发现还有剪别的东西。OK， 好，那老师是新北市林口国中，也是新北市数学辅导团，刚刚朱老师有帮我介绍。好，那我本身的那个研究所是读交通大学，好，那老师学了一些就是电脑的软体，然后所以做这些，各位待会可以看到的那个就是教材。好，在上课之前呢，各位都看到我们的简报了吗？两边都有简报嘛。好，那我刚刚送出第一份，当然就要有第二份，不然的话底下的人就会说不公平了。好，那这里面应该有中高年级的，可能英文好一点点的，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？现在画面上看到了两个英文字母，有没有人看得出那是什么英文字母？当然会跟今天的课程有关，已经给你提示了。来，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可以举手告诉我？或者是你只看得懂一个字也没有关系，你就举手告诉我，你看得懂哪一个字？来，各位同学，啊？没什么，大声点 ，magic， 我没有看到 magic， 我没有看到 magic， 来那边那位女同学，数学跟艺术，来前面那个字是 mathematics， 数学没有错哈，来我们给她鼓掌 ，OK， 来，谢谢。那后面那一个不是艺术，不过跟我今天的课程非常非常非常有关系，我已经提示到这么明显了。来举手，来是什么？折纸 ，origami，O-R-I-G-A-M-I， origami， 来我们给他鼓掌好吗？来帮忙传一下，送给你的小礼物。好，啊不会折，啊会后可以再问我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就是把数学跟折纸做一个结合。好，那你有没有觉得老师你要写那个 M-A-T-H-E-M-A-T-I-C-H， 要写就写好看一点，要写那个看得懂又看不懂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有机会了。好，刚刚英文没有看懂的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可以看得懂这两个英文字母？其实它有一点点，很特别的那个结构在里面。我讲结构，这样可能有些人小朋友比较听得懂。啊，你看到什么了呢？镜像，什么叫镜像？什么哪一个镜像？哪一个字有镜像？两个字都有镜像吗？哪一个有镜像？啊？什么叫镜像？你要先解释什么叫镜像。镜像就是对称嘛。你要讲的镜像是对称嘛？啊，什么叫对称？就是左右两，就是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的左边跟右边，你是不是人是对称的？啊，所以请你告诉我哪一个字是对称的？右边那个 origami 是对称的。OK， 很好，好那。那左边那个字有对称吗？好像没有对称，可是有什么呢？上下什么？不知道怎么讲，很难讲。原本那个字怎么打？讲清楚。往下打，那就是往右打。倒影。刚刚是左右打，这个是上下打，是这样吗？上下打，你觉得左边那个字上下打会一样吗？你的意思是，那还是有别的答案吗？来，这位，180度，什么叫180度？旋转180度以后，好像是一样的。我们先确定它答案对不对哈？有没有旋转180度？答案是一样的。哇，好特别的字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给他鼓掌。旋转180度，它的答案还是一样的。好，那。右边呢，就像刚刚另外一位同学讲的，它其实左右是对称，它是一个近射的。那事实上，在中学时期，右边会学到叫这叫线近射，因为它有一条对称轴。那左边那一个字呢，那个也是一种对称，可是它不是它没有线，它是不是旋转180度？既然要旋转180度，它就会有一个中心点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它有一个点，就像你在画圆嘛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中心点才能画圆？所以左边那个字它有一个中心点，依那个点去做旋转几度？180度，这个叫做点对称，右边叫线对称，可以吗？那折纸里面可以玩很多点对称跟线对称的那个
图案，就像刚刚的爱心就是一个线对称的图那个作品嘛，它爱心是不是左右对称的？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待会我们会陆陆续续帮你介绍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老师喜欢把艺术跟数学用折纸来做结合，所以叫艺术哲学，看懂了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喽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原则上我刚刚说三节哈，第一个是要带大家完成这个作品，好，一刀剪艺术翻折四边形，好，那从中间打开它会有不一样的图案，再从中间打开以后它会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图案，这样看懂了吗？好，这是要带大家完成的第一个作品。好，那当然我说来这边不是只有教折纸，会问你一点点，可是因为这里面有小一小二有小五小六，有没有国中的？有吗？刚好今天没有国中的是吗？好，国中的现在都在准备考试。好，没有啦。好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的数学就不会问得太难。好啊，当然他有些比较难的数学，但是有兴趣的会后可以再来，好，跟老师说，哎，老师还有什么可以延伸出去的东西？好，这是第一个作品。那第二个作品呢？之前有一场那个许志龙教授他来讲爱雪跟一些数学游戏，请问那一场有来的家长或是小朋友，请举个手好吗？哦，还有蛮多的哈，来手请放下。那应该会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印象。爱雪的什么东西？蜥蜴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不是用很应该是三种颜色嘛，去把平面铺嘛，你是用电脑铺的嘛？待会我们让你用折纸来铺，好不好？待会让你用折纸来铺。那折完这个呢，不过瘾。为什么不过瘾？我还要折更多不一样的图案，更多不一样的图案，好、哦，让你怎么样？哎，玩玩看，原来数学跟艺术可以做这么巧妙的结合。这个叫做六边形，第一个哈、哦、蜥蜴的六边形，第二个是这一个、哦、图案更多的那个艺术翻折六边形，那最后就是我们一开始秀给你看的一刀剪爱心，好、哦，那一只猫咪留在那里是告诉你，如果、哦、我们大家合作愉快的话，我们最后应该有时间可以剪到猫咪。啊、哦，老师用剪刀剪一刀就一只猫咪跑出来吗？当然哦。哦、不然的话那我们还要慢慢剪，那不就训掉了吗？对不对、哦、那如果大家有时间，那我们希望今天可以把那一只猫咪完成，好不好？ 那我必须要跟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讲、哦、就是因为第一个是老师没有教过这么人这么多有啦，可是没有教过年龄跨这么多的、哦、那个营队，所以请到时候我们旁边有助教，还有由我们的家长协助、哦、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尽量在老师的时间范围内，我把能告诉各位的，好，能带各位讨论的尽量讨论，或者是说如果到时候真的时间上有所不及的话，我会把题目带过去、哦、那我们先把操作完整，那题目就是让各位回去想、哦、甚至是有一些示范性的课程就是由老师来示范，就可能不见得每一个同学都示范了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我们先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，好 OK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先开始介绍今天的第一个成品。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助教帮我们把，对，这两个可以一起发没关系，这两个可以一起发。哦，来，那请两位幼稚园的小朋友哦，帮老师找一下，哦，找一下什么呢？这里面是个很多图案，有些图案是一样的，有些图案是不一样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听懂了吗？好，那请你帮我找到一样的图案，而且有四张一样的图案的，请你告诉我那个图案叫做什么呢？来，那两位同学，蜥蜴。哎，你不要告诉他答案，他等一下就知道答案了，他就直接讲了、啊。有四张一样图案的是什么呢？你觉得那是什么图案？来，这是什么？那你觉得那是什么动物或者是什么图案？好，来，我们给蜥蜴鼓掌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来，蜥蜴，我们送一个小礼物。好，蜥蜴是不是长这样子？好，来，这位同学，什么？海星，有找到海星吗？哦，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哦，贝壳跟海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给他鼓掌。OK， 好，来，那你找到了吗？还要找到什么呢？还要，你找到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你这边一二翻过来，三四，好，那你觉得这个像什么？这只像什么？哦，蝙蝠。好，
其实就是这一个我送出去的这一个方块，有没有？这个蝙蝠，那蝙蝠其实旁边是天，有没有看到天使？好、哦，你们手上都有一张嘛，哈、哦。那这一幅画其实是那个就是荷兰艺术家，哎、欸，现在好像还在展嘛，在高雄，还没结束嘛，哈、哦。他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做《天使与魔鬼》，或者是善与恶的那个图案，哈、哦。那个什么，就是他用到的都是。我们数学里面讲到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镶嵌。那什么叫镶嵌呢？就是我把它完成作品以后呢，它的图形是可以连续接在一起，甚至我拿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、第五张，它都可以接在一起。那各位同学、各位家长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镶嵌的图形是一个什么形状呢？正方形。各位同学看一下你的地板上的地砖，是不是也是正方形？哦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地砖要设计成正方形了，因为这样它还接得起来嘛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正方形的，还要完成什么形状？这是几边形？六边形的，所以我们要完成正方形的地砖跟六边形的地砖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完成这一张哦。好，那完成这张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，介绍什么呢？哦，已经有人开始在很拼命的在折了哦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各位先帮我看一下这张，就是待会要完成的那个第一个作品。帮我找到一号线，帮我找到一号线。好，好，都看到一号线了吗？好，那个一号线，它是不是长长的，上面有一点一点的，长长的上面有一点一点，长长的一点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线叫做。不是虚线、啊、如果这虚线的话，全部都长，就都叫虚线了哈。这叫三线。好，为什么叫三线？因为它折解会像山。有没有去爬过山？山是高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像山一样。好，好，那再帮我看二号线。二号线。好，二号长什么样子呢？也点点吗？有点点吗？哦，对，骨线啊，我的意思说它有点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二号线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好，这个叫做骨线，可以吗？好，一个叫三线，一个叫不同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。这样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二号线是骨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家小朋友本来今天要来当小小助教了，好啊，他每次来当小助教都说不准叫我小助教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起来很像小猪叫。好 ，OK， 那可是他们没有来，可是他们把他们的心意带来。他说每次我在记三线骨线的时候都会记错，哪一个是三线，哪一个是骨线，所以他说要教各位小朋友一个好记的方法。请问你去爬山的时候？是不是山上会有很多小石头、哦、有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小石头会掉到你的鞋子里面，走路很难走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那个小石头，看到了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山上有小石头，所以山线上面就有一点一点的，那骨线就没有小石头，这样就是凹下去的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那待会我们的目的呢，来，我把这个成品先摊开 给各位那个家长、各位小朋友看了、哦、来，他被挖了什么？四个洞，挖了四个洞，对不对？待会我们就是要把这四个洞剪下来。哪四个洞呢？就是那四个看起来最奇怪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要把它剪下。哎，不要，先不要急着剪，先不要急着剪。我知道你们都很厉害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我就是说。要希望我说先不要急着剪、哦、因为我都还没有剪，就不要剪好吗、哦、跟着老师的步骤走、哦、对，跟着老师走，还记得刚刚爱心的故事吗、哦、你要学正确的方法嘛，要找到正确的道路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对，好，来，来，我说如果我要用剪刀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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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下来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
检讨辛苦哦。哎，有人说最对折剪，对不对？那对折怎么剪？好，那你要当然是拿剪刀剪嘛。好，折起来，然后剪下去，那你的拖地就被剪坏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所以其实那些线其实是有目的的，有什么目的呢？先不要急着折，也不要急着剪，我先示范一次，那没有关系，这边我们都还有多，可是就是我希望，各位先听懂了以后再来折，待会比较不会折错剪错，或者是你的图案会比较漂亮，好吗？因为这是一个艺术的图案跟我们的数学做结合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一号是什么线呢？三线，所以一号三线折起来应该会长。好，它会从正方形变成一个大大的三角形，可以吗？一号三线，那为什么叫三线？我再解释一次。因为它折起来是不是凸起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三线，好吗？哦，那你要折得够准确哦，要折得够准确哦。好了吗？OK， 好，很棒哦。好，其实你如果注意看的话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折一号线了。我刚刚说，如果我要剪这个正方形，我是本来要剪两刀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把它对折过来，我从这里剪下去以后，变成一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轻松很多了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本来从两刀就变成一刀，本来从四刀就变成两刀。那我们能不能从四刀变成一刀呢？可以。请你找到你的二号线，它是一条什么线？二号线。二号线是一条什么线？是不是一条骨线？好，那骨线折起来就会凹下去哦，看到了吗？凹下去哦。好，凹下去。可以吗？对，凹下去哦，凹下去哦，对，所以凹下去就长这样子哦，像蝴蝶一样，像蝴蝶一样凹下去哦，可以吗？二号线折完，二号会凹进去哦，二号会凹进去哦。藏在里面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二号线好了吗？好，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找三号线了哦。来，要找三号线之前，来，注意听哦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哦。来，这里请你先不要折。为什么不要折？因为刚刚，其实老师以前有教过了哈。那还有刚刚有给几位那个助教老师试过哈。我后来发现，三号线在折完，尤其在折三号跟四号的时候，很难对准。好，那其实我先解释一下哈，请你先不要折哈，因为你折了以后，待会你的图形可能会很不准哈。它本来我们的目的哦，请你先不要折哦，请你先不要折哦。我们的目的是三号线折完以后。在四号线折完，好，那折完以后，我跟我们家小朋友说，这时候它会像一辆飞机一样，有没有像飞机？有，好像飞机啊。那再把飞机按照五号线这边剪掉，这边剪掉，那四个正方形就掉下来了。那就是所谓的一刀剪，就像刚一刀剪爱心一样嘛。可是你们都知道，纸其实是有厚度的，你折了越多层，它其实厚度就会越厚，那误差就会越大。所以我把它摊回来，回到刚刚的二号线，好吗？好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模型可以一刀剪完成。可是为了我们待会大家图形比较漂亮，所以我们分两次把它剪完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这个时候
有没有看到你的五号线在旁边有一个蓝色的三角形？可以吗？旁边有一个蓝色三角形，请你沿着这个五号线蓝色三角形，你折完二号以后，沿着这五号线蓝色三角形，来，可以特写没有关系哈，来，好来，剪下去喽，要对齐哦，好对齐哦，好来这样子对齐哦，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了。好，那如果不确定对不对，很简单嘛，就把它剪下来，打开来看一下，哎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刚刚不要的那两张已经被剪下来了，对，可以吗？好，是先剪掉两个了哈。那我再说一次，它本来可以一次剪完的，我现在分两次，是为了待会大家剪起来比较漂亮。那剪下来的东西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留下来呢？你觉得？随便你。来，这两张我介绍一下，这一张。是那个艾雪，就是这一个 原作家那个艾雪的自画像，哦，他已经过世了，在1972年过世。那这六一二三四五六六，就是这些编号，就是我们上面所有艾雪图案的那个原作的编号。好，哦，那第二张是告诉你这一个折纸是从这一本书上学出来的，可是书上没有这些图案。老师跟待会我们还要剪下来第三个地。里面的一个许教授，就是那个合作，把这些图都重新再画过，好不好？这两张你要不要留着？您自己决定。可是如果你不要留着，请你收好哈，哦，就是不要乱丢哈，到时候造成垃圾。好了，好，确定刚刚两个这张图剪下来了吗 ？OK 哦，好来，再来，来注意看喽，注意看喽，好来，再来，你可以发现这边是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。好，待会如果我要把这个黄色三角形剪下来的时候，本来是不是要剪一刀两刀？那我现在如果不想要剪这两刀的话，我只要沿着什么几号线？三号线是一条什么线？三号是不是一条骨线？好，沿着这个骨线折下去，哎，你是不是又发现五号又出现了？是不是五号又出现了？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，啊，沿着这个五号的怎么样？红线把它怎么样剪下去？好，来，我要剪下去喽。好，这样子一方面我可以避开纸的厚度的问题哦，一方面就是我就不用我的模型上那么多折痕，好，就只要折三个步骤就好了。好，第四个就不用折了。这时候再把它摊开，请问你的模型有没有跟我一模一样，挖了四个洞呢？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剪下四个正方形？大家都现在都是剪下四个正方形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哈，请你记得一个口诀哈，就是按照上左下右来跟老师念一遍。上左下右。上左下右，那如果套一句我们的那个就是专业术语叫做逆时针，可以吗？上左下右是不是按照逆时针？好，我们待会要把中间的那个，就是中间有没有看到天使与魔鬼？就是那个蝙蝠跟天使嘛，好，那那边是不是有两个洞？我要把它补满，让它变成四个都是天使与魔鬼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再说一次，刚刚我们说我们的步骤是什么？好，来先上，好来注意看哦，上的时候，请你沿着这一条线，这一条叫做什么线呢？三线，非常好，所以沿着三线，请你往后翻，来可以看老师的手好吗？看老师的手。它长这个样子，往后翻可以吗？好，一号三线往后翻，先上可以吗？好，要把线折准一点，待会你的模型会比较漂亮哦。把线折准一点，你的模型会比较漂亮哦。好，上折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那个天使与魔鬼被填满了？往后翻哦，不是往前翻哦。再说一次，因为你往前翻。跟往后翻不一样在哪里？你往后翻的时候，你才不会遮到前面的天使与 魔鬼嘛，可以吗？好，再说一次，往后翻，往后翻，好，往后翻，上，好了吗？所以你折完是不是会长这个样子？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上好了吗？好，来上完，再来呢？左，好，来，请你看，左的话就是沿着哪里呢？沿着
蜥蜴的，不是天，对不起，不是蜥蜴，天使与恶魔的那个左边这条有没有？这条线往一样往哪边翻？为什么往后翻？因为你往前翻就把天使与恶魔遮住了嘛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往后翻，往后翻，好，往后翻，好吗 ？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往后翻，好，往后翻可以吗？好，那你折完以后，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可以吗？好，上左再来呢？下，好，对，下一样往哪边翻？哦，对，往后面翻，现在已经有概念了，往后面翻，往后面翻，往后面翻。你有没有发现四个天使与恶魔已经到齐了？下，往后翻，往后翻，你刚翻错边了，往后翻，对，对，这样就对了，哦。你有没有发现四个天使与恶魔已经到齐了？哇，你已经完整了，好棒哦，哦，好，上左下，然后呢，右边是不是还有两块是多出来的？所以右要怎么样？一样往哪边翻？往后翻。哇，天使与恶魔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完成了以后，这个时候，来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来看这边，你是不是天使与恶魔长这个样子？这个时候你把它翻到背面去，翻到背面去，你会发现，你看到好多什么？有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红色的，哎。两只蓝色，一只红色，有一只红色不见了。蜘蛛是不是有一只不见了？躲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原来躲在花的后面，有没有？请你把那一只那个红色蜘蛛，把它从花的里那个下面把它往上拨上来，让它四只蜘蛛让它可以到齐。往上拨上来，对对对，哦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它拨上来，让它四只蜘蛛到齐，可以吗 ？OK 哦。好，那你再翻到背面，你的天使与恶魔跟你的蜘蛛是不是都完成了？好，那跟上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我可能要带的快一点点的地方了，因为我发现我要开始进阶课程，不然等一下我会讲不完。好，就是这里面应该要有六种图案，哪六种？是不是这六种图案？好，那这六种图案呢，我要怎么样把它翻出来？那请各位先注意看老师翻，切到我的这边了，好，谢谢。先看老师翻哦。好，那为了让它好翻呢，建议各位呢，先把这两条，哦，我们所谓的对称轴，就是正方形的中间线，有没有？先把它，先不要急着翻了，先折好。好，哦，先折好，先折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转个方向。再折，再折。那折这个的目的是什么？待会翻的时候比较好翻。好，再说一次，先往内折，往后折，往内折，往后折。待会你再翻的时候比较好翻，可以吗？老师在的全部都压好。好，压好了吗？好，那我。我一边翻哦，一边你们告诉我出现几种，这样子比较快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，来，现在大家统一，统一在蜘蛛这一面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图形嘛，可以吗？这是我们第一个图形。好，来，请你，请你，好，来，我们刚刚中间是不是有线？好，那注意看哦，因为蜘蛛这一面最特别，因为它可以从两个方向翻。一个是左右可以翻，一个是上下可以翻，哦，所以，哦，那你如果翻出来的跟我的图案不一样，代表你的方向跟我放的也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方向如果跟我一样的时候，你如果左右翻的时候，它会出现第二种图形，叫做鱼，看出来了吗？好，那先翻到鱼，然后我们就出现第二种喽。好，来，所以有蜘蛛有鱼，是不是两种图形呢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鱼还可以继续翻哦。来，我把它转90度转过来，中间是不是一条线？好，来，一样，先把这条线先折进去，折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哎，刚刚有人说出现什么呢？鱼出现，哎，蜥蜴是不是第三种图形？
好，出现蜥蜴第三种图形，可以吗？蜘蛛、鱼、蜥蜴，可以吗？好，蜥蜴。好，再转九十度，因为水平翻比较好翻，垂直翻不好翻了哈。都我们都水平翻哈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从蜥蜴再翻一次，这时候变成什么？天使。哦，天使与恶魔，太好了，天使与恶魔，所以我们出现四种了。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OK 吗？好，那如果你天使与恶魔继续翻呢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又回到哪里？蜘蛛，蜘蛛再翻又变成鱼，鱼再翻又变成蜥蜴，蜥蜴再翻又变成天使与恶魔。老师，那另外两个怎么从头到尾都不会出现？哦，所以我要教你另外两个怎么翻。好，剩下哪两个还没出现？贝壳跟花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记得吗？我刚刚讲蜘蛛是不是有两个方向可以翻？一个方向翻的时候是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一个方向在翻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出现什么？花，对不对？这个花，好，这个花我先放上去哦。所以刚刚你从你的蜘蛛可以翻到花，对不对？可是翻到花以后，你会发现什么藏在里面？贝壳。贝壳藏在里面，那我怎么让贝壳出来呢？老师，这边翻不出来了，这边已经不能翻了啊，怎么办？来，注意看哦，这个时候最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哦，好，好像在变魔法一样哦。来，注意看哦，这边要注意看，请所有小朋友安静，请所有小朋友安静。好，不然的话，你只要一分心，你就不会折了。好，到花都 OK 了吗？还不行啊，那我们再回到花啊，回到蜘蛛。哦，蜘蛛从其中一个方向翻是鱼嘛，那另外一个方向翻是不是就是花？翻到花，请你等一下，请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其他还没翻到花的，请你等一下，没有翻到花的。好了吗？花，好，我们要找把贝壳找到了，它藏在里面的贝壳把它找到了，怎么找到它呢？来，注意看，来，我现在花，刚刚是不是都从中间把它翻开？我打不开，对不对？打不开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边打不开，可是打不开的话，我可以调整它的方向。什么叫调整它的方向？来，注意看哦。我从中间这个洞打开，折到另外一边来。好，再一次哦。我刚刚是不是在贝壳这里？好，从中间这里打开，有人找到贝壳了哈。打开，折到另外一个方向。哎，这个时候你稍微找一下，稍微找一下。哦，原来花就在这里啊，所以第六种就出来了。好不好？第六种就出来了，哇，太快了！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全部重了，有人已经乱掉了。来，有字面朝上，上、左、下、右，翻面，让谁出来？蜘蛛出来，很好。那蜘蛛一，然后二。三、四，是不是到天使与恶魔了？然后再回到一，是不是又回到蜘蛛？我说蜘蛛有两个方向嘛。来，蜘蛛的另外一个方向，请你注意看哦。我先翻出，从另外一个方向先翻出什么？花。再从花怎么样？花怎么样？变成贝壳？怎么变成贝壳？我说先对折。好，然后从中间怎么样？打开，从另外一个方向压下来，压下来以后，你就会从这里翻出花了。好，从这里翻出花了。还有任何问题，请你举手，我们的助教还有老师会下去看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各位先看一下老师这边，好不好？先看一下老师这边，因为很多人翻出花也很高兴，再来就不知道怎么翻回去了。哦，所以我把后面这边讲完，我要进第二个课程。好，来，请各位看这边好吗？好，花翻出来以后，你会发现，老师我再来好像
又回到这是什么？天使与恶魔，再来好像就翻不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刚刚怎么把花翻出来的吗？啊，不记得了。好，来，对，你会发现用刚刚同样的方法，譬如说在天使与恶魔这边你翻不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这边也翻不过去，可是它上面这边是不是可以从中间打开以后，跟刚刚翻出花的方法一模一样，回到蜥蜴这边就又回到原来的方法再翻。